我找你半天找不到人，你倒喝上了，你想出办法没有啊？帮我准备几艘快船。你呀要跑路啊！我擦你先赔我损失你。等我说完。帮我准备几艘快船，然后在上面扎满了稻草人，咱们去这个曹军军营门口转这么一圈，你猜会怎么着？会放箭。哎，准备。但是此计有一缺陷，咱们得这么着。